本视频由 Tobier 原创制作。在娱乐圈，不乏有非常注重保养自己的女明星，而她也不例外。保养十分好的她，虽然现在已经63岁了，但大家还是亲切地称她为不老女神。她有上亿的资产，就连出行的座驾都是一辆价值1400多万的豪车。她就是赵雅芝，是1992年神话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中的白娘子，大家熟悉吧？在由大陆港台合拍的歌曲《千年等一回》后，更是深入人心，受到大家的欢迎。那么她出行的豪车是什么呢？这位身价上亿的明星座驾是价值1488万的劳斯莱斯幻影，十分夺人眼球，并且每次出席活动的时候，身边都有10位黑人保驾护航，排场那是相当足的，而且现场还有很多粉丝为他欢呼。据了解，这款豪车在国内的最低售价也要688万元，但是不同于赵雅芝的幻影劳斯莱斯，这款私人定制版要价为1488万元。由于幻影继承了劳斯莱斯的经典设计，为它增添了卓尔不凡的气质。其配置方面，搭载6.7升威士尔自然吸气发动机，经测试加速100公里才需4.6秒，每小时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50公里，可见其实力。而且这类豪车最显眼的还有非女神车标了，就这黄金车标就价值几10万了。现在赵雅芝人气爆棚，又深受观众们的喜爱，你能不认识吗？